牛等十双一起，你们打个觉得好的咱们打个好，觉得非常好的咱们打个非常好。石斛吃的是什么？就吃的饺子。胶质。小胃胃不好的就吃这个，经常熬什么小夜夜的就吃这个，眼睛天天迷迷糊糊的不舒服 的就喝这个。对。太好了。就是我这么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牛逼是非常好是吧，谢谢谢谢，真的就是他怎么说，你们小胃胃养要养小胃胃的叔叔阿姨们可以去拍这个石斛粉了，特别的棒。对，你们自己 看哇塞，浓不浓？你早晨就一勺半杯温水，对，早餐就 OK 了，就不需要再吃其他的了，清香的口感是的，然后还可以放，你如果真的还想喜欢带一点点甜，放一点点蜂蜜更好喝，但是我是就觉得这样就 OK 了，它这样有一股清香已经很好喝了，知道吧，几度温水差不多七八十度的温水就可以了。有没有粉你点进去看，点进去有带打粉，对，有切片有带打粉的 啊只有八单了，我的个天，八单只有八单了，这抢的太快。你没有看错吧？没看错，我的天哪，这么快的吗？不要又开水，我的天，只有八单了，不是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这手速，说实话，我建议大家一定要买一斤的，买一斤切片，买一斤。哇塞，这个打粉，我跟你们说，打粉的怎么吃？打粉的跟你们说过了，打粉的抽这个怎么吃？有没有喜欢喝八加一的？八加一小酒，喝一杯小酒酒的。买个一斤泡酒，放点枸杞，我这么跟你说，那个酒喝到嘴里，清香的口感，非常好喝，并且这个比这种泡酒好在哪里？泡个一个星期就能喝了。嗯，并且我说实在的，你喝的这个酒，石斛酒，你亲戚朋友过来了，你给他倒一杯，特别有面子，这是面子。对，一定要买一斤。他称九大仙草之首，叔叔阿姨哥级们，就是有那个本什么什么草纲目里面记载的，就是还有灵芝啊，对不对？这个石斛九大仙草之一，真的太好了，非常的好，是吧？还有最后四单，还有四单，拍完四单就没有了，叔叔阿姨们哈。现在马上也快过年过春节了，其实说实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可以拍一斤切片的，拍一斤打粉的，然后囤在家里面。你们平时也是可以像我一样，放点枸杞，还有什么贝母泡水喝，真的对我们的身体特别的好，知道吧？因为是吧，你一天到晚在是吧，在上班，然后经常这个眼睛经常对越来越浓稠，特别的棒。小胃胃不好的一定要喝它。是的。一定要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喝了过一段时间过之后，你会觉得你的身体变化非常的大啊！是的，这个东西是一定要喝的，它对咱们的小胃胃或者你们眼睛不太好的，我再教你们一个办法，这个切片的买回家泡茶的时候，它上面不是开水吗？蒸汽那个蒸汽冒白烟，自己别烫到自己了，对，让那个把眼睛睁开，熏自己的眼睛，对啊，熏过之后你会眼睛感觉眼睛特别的清爽。对，特别的舒服。哥哥姐叔叔阿姨们，还有最后两单，两单这么快，还有最后两单，我的天哪，叔叔阿姨哥姐们，只有两单了。这个石斛哈，你们可以拍，对，哇塞，这个越来越浓稠了，石斛好东西，我只晃了一勺，懂我只晃了一勺，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一点都没有多晃，是的，你看有，就是特别是怎么说呢，有我们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我知道都是大家都是上了年纪的，就是上了年纪之后吃点辣的呀，对不对？吃点辣的还有酸的，我们那个小胃胃它会怎么说呢，很敏感，是不是？然后你们可以经常吃，就是小苗哥刚刚拿的那个石斛粉，早上冲一杯喝，特别养我们的小胃胃，真的特别棒，一定要买一斤的，对，一定要买一斤，阿米，一小勺就够了，是的。我再打断你一下，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其实小苗是一个非常喜欢喝茶叶的一个，实话实说啊，对，确实。但是我自从喝了这个石斛，我不喝茶叶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石斛喝的口感非常的清香，它口感不比茶叶差，它不像有些药材它喝着很难喝哈，有些是苦的，但是这个是真的很好喝，它是清香的。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有没有喝过这个泡水的？喝过的咱们才有发言权，好不好喝，觉得好喝的咱们打上两个字好喝，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能适合这个味道，它真的很好喝，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知道吧？觉得好喝的咱们打两个好字好喝，你亲戚朋友过来了不要给他泡茶叶了，揪一点点泡杯茶喝，特别你说实话，他喝到嘴里的时候他会怎么说？他
会问你这是什么东西，你直接跟他说是石斛，九大仙草之一，九大仙草之首石斛。他可能会问你多少钱，几千块钱已经买了，或甚至说实话，几千块钱已经买了，一千几百块钱买过来都很正常，因为这个东西它超级超级的珍贵。对，但是在小苗直播间里，198半斤，比茶叶还便宜。我说实话，我在接着刚刚那个姐姐跟我们连麦的那个做中药的那个姐姐的一句话，很多人他是不懂这个东西。刚刚那个姐姐都为你们着急，着急这么好的东西你们不懂，你要是懂的话，你会生气，气自己拍少了，恨气自己拍晚了。还有最后两单，哦，只有最后一单了，阿米，一单，只有最后一单了，一单。你们都听到了吧，叔叔阿姨哥姐们，这东西确实不错。我反正我也不知道，就是该怎么讲出来，知道吧？只有最后一单，对，最后一单拍完我们就没有了。你们可以拍个一级打粉、一级切片的，真的特别的棒，知道吧？咱们很多人现在不吃早餐，对吧？对，早上可能起不来。我跟你们说，你们买打粉的，就一勺就行了哈，一勺半杯水，一勺石斛粉。搅拌搅拌直接就喝了，那就是早餐，比你吃什么早餐都有营养。你算的多便宜啊，说实话一块钱，一块多钱一顿早餐就搞定了，并且比你吃什么都更有营养。晚上很多人肚子饿了不想起来，谢谢春米姐姐，很多肚子饿了不想起来做饭，或者说不想吃夜宵，担心真正长什么长胖，你找个杯子直接冲一杯，肚子不饿了又养生了，你们说好不好？哥哥姐叔叔凭良心说，你们觉得好不好？那我现在在真的好，因为我别问我怎么知道，我经常这么干。晚上的话你确实起这么冷的天，让你起来去烧饭你会觉得很冷，不想起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买一单这个石斛粉，是真的好，买一单切片一单这个，一段时间过之后你会觉得你的小胃胃有修复。对，你们吃不就是想吃辣，但是又怕那个小胃胃，就是瘦。只有最后一单拉面，只有最后一单，用用开水冲吗？用七八十度的水，不要用太开的水哈。没有了，没有了，我的个天呀，没有了，没有了，我都是嚼着吃的，它非常的粘牙，知道吧？而且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怎么说呢？经常盯着手机看，是不是？经常盯着电脑看，一看就是几个小时，四五个小时。我们这个眼睛，然后就是特别的难受，特别干，特别痒，知道吧？这里面特别的干，特别痒。你们就拿这个石斛片放在养生壶里面煮水喝，然后冒出来那个气，你们可以把眼睛睁开续一下。这个是可以泡茶的。对，泡茶。泡茶就可以了，放在是养生壶里也更好，反正都可以。已经没有了，没抢到的对不住了啊，没抢到的对不住。这个东西我真心的话啊，所有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一定要买的东西。对，因为这个东西首先还有没有小的不顺畅的，有没有小的不顺畅的，你喝一段时间试试，帮你顺畅，就像开水龙头一样，知道吧？这个东西太好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他不然的话，他为什么叫九大仙草，还是九大仙草之首，最牛逼的。泡水喝，是的，像我一样泡水喝，泡水能喝几天？你每天我的个妈，半斤够你喝几个月，好吧？半斤够你们喝好几个月了，知道吧？你不是一次泡这么多，是不是？你每次抓这么一点点，用开水去冲泡。粉的话用温水，粉的话用七八十，这个的话需要去用开水去冲泡。没抢上，没抢到，没抢上，确实这速度太快了，知道吧？有四单没付款的，只有哥姐说没抢到的扣姐，我直接踢了。行吧，那只有四单就直接踢了吧。行，这样子库存也挺那啥的，确实有一些叔叔阿姨们是刚来的，那啥叔叔阿姨哥姐姐们只有四单，我们就直接踢了，然后你们拼手速去抢哈。只有四单，对，就只有四单。等一会给你们上钩去。好，我刚来，我想要拍是吧？那你一定要拼好手速，只有四单，我们就踢出来了。四单抢完了就没有了，一单都上不了，我们也不会再踢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等一会儿还要上其他的东西。去刷一个姐姐们，其实已经上了。其实说实话，咱们再说回这个价格哈，�198
半斤，我的个天哪！我这么跟你们说吧，叔叔阿姨哥哥们，我非常负责任的跟你说，跟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说，你到哪里你都买不到这个品质，我包你是天花板级别的，我包你是天花板级别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可以在小苗这里买过了，到任何地方再去买，跟我们对比。如果我的垃圾我都不让你退，直接你给我丢到垃圾桶，我就这么的任性。因为你们永远可以相信小苗对你们，特别是吃到肚里吃到嘴里的这些东西的品质的把控。对，品质把控是一方面，价格还不能高。对，这是一必须的，抢上了是吧？一定要你看，我不知道一定要买一斤的哦。对，一定要买一斤的。你们刚刚拍了不知道拍了半斤还是多少，我建议叔叔阿姨哥姐们可以拍一斤，这个切片一斤打粉的。因为刚刚小梅哥也说了，你们在外面在大城市到哪里都买不到，到哪里都不可能以这个价格买得到，知道吧？我们是直接从农户里面搜过来，没有任何对，没有任何中间商，什么赚差价啊，知道吧？我们一单就挣叔叔阿姨哥姐们4块钱。对，一单我们，但我们已经挺吃的。阿米，对，现在只剩两单了。两单？只有两单了。现在只有两单了。你真棒！现在只有两单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一定要去买打粉，来给我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这是二狗干的事。二狗干的，二狗干的事。你们看看啊，其实二狗这个吃法也是没啥毛病的、啊，也是没啥毛病。实话实说，你们看，还是刚刚的那个杯子，他放的枸杞，还加了蜂蜜在里面，又加了蜂蜜。那你这家伙太会吃了。你看，你早上喝一杯打粉的，你想想营养啥啥，二狗你去补补吧，你补吧。我估计他自己都吃过了，我也不吃了。太搞笑了！还有最后一单了，卖完收工。还有一单，这个石斛上完我们就不知道你们想要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不知道什么，下次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给你们上喽。你们看，给你们看一下，吃的是石斛，知道吧？确实，像二狗那样吃也是可以的。赶快去抢叔叔阿姨哥姐们，抢完就没有了。我再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说一下哈，这个石斛。过年的时候亲戚朋友到你们家了都要给他们泡茶，对吧？这是最基本的嘛，咱们中国人好茶嘛，对。嗯，你这个石斛到了过之后就不要给他泡茶了，你或者说你今年朋友来了就不需要买茶叶了，哪个朋友过来就给他捏一点放在一个杯子里面泡给他喝，放点枸杞，这叫面子，不要放枸杞啊，放枸杞会盖过它的清香、哦、对，会，不要放枸杞啊。为什么小苗懂得这么多？我经常喝，太好喝了，真的太好喝了。你喝惯了，习惯了这个东西，你不会再喝茶叶了。只有最后一单了，拍完没有了。只有最后一单，叔叔阿姨哥。所以说，还有阿米这个东西哈、嗯，我们下次想收可能都收不到。嗯，对，真的，下次收不到。因为我建议，所以才建议大家一定要拍一斤的嘛。对，确实。有枸杞子，枸杞来给大家上。怎么都在说石斛没有了，结束，装里面满了。石斛结束，给大家上枸杞。当然了，你非要把石斛里面泡枸杞，也不是说不可以。你看，我就是这么干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也是可以的，知道吧？没有了哈，没有了。是的，没有了。给你们看一下我们家的枸杞。枸杞哇塞，这个枸杞太漂亮了。那别动，别动。来，我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近距离的看看。近距离的看哈，好，看狗是刷一个几毛，哇塞！这是我们的品枸杞的枸杞的品质，自己看，没有熏硫，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它这个就是本来的那个颜色，本来的颜色，知道吧？这就是它的原色，知道吧？你看我们这个个头，是不是比你们在超市买的好的多的多的多？来，超市的枸杞拿过来，我们对比来。嗯，超市的枸杞，来，昨天表哥在超市里面买的。这我都不敢介绍，来，你看这上面标的有价格吧？标的有没有价格？好像是三十九，不是，我记得不是19.8，100克。哦，一百克。它是100克、嗯，你看，这枸杞你记住看怎么看，它是你看大的小的都有，这扁的多，对吧？这几颗大的是我们那天对比放在里面的，不是它的哈。我再说一下，这大的是我们的。这个，你看。这大的是我们的，我们那天对比放在里面没忘记拿出来了，它的都是这种扁的，都是这种小颗粒的，对吧？这一颗这个好小，知道吧？
这个才是我们的19.8，整整半斤。这个小苗要是不亏本，我都是王八蛋，知道吧？我要赚大家一分钱，我都是王八蛋。我不说亏本了，因为你说亏本，很多人会说你矫情啊或者什么的。我怎么我要赚大家一毛钱？枸杞收到的确很好，你们可以所有收到枸杞的各位姐妹们，来波好评！现在在直播间里给我来波评价。现在在直播间里，这个是超市里面的小宝宝，叔叔阿姨各位姐姐们，他那个个头挺小的，你看最小的这么小，这个的话，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们枸杞也卖了，对，枸杞也卖了好长好多单喽，这么多了，我说实在的哈，这三个给我们中评的，我真心的觉得你有点对不起我，对。说实话，哥哥姐姐跟叔叔阿姨们，这三个你给我中评的，你没虽然说。你没给我差评，但是我觉得你给我中评都有点对不起我了。19.8，满满半斤，你看质量杠杠的。哎，啥也不介绍了，啥也不说了，来19.8，天涯海角上车，天涯海角你都买不到，100单叔刷一卖，100单平手速去拼手速，抢得到就有，抢不到就没有。嗯，枸杞收到质量很好，这个枸杞真的不用多介绍，知道吧？2秒3秒钟就直接抢光了。100单，每个人只能买一单哈，每个人限购一单。来，来，已经上了，自己抢去吧。是的，自己抢去吧。来，哥姐、叔叔阿姨们，来到云南要吃，还有一个要吃必吃的东西是什么？菌子儿。菌子是一方面，鲜花饼。哦，哇，那个可以。但是，对，我今天来的太着急了，我没有带样品。嗯，我给大家上100单。咱们的铁粉去拍，不是铁粉不能拍，没有你们吃过的，对，给我们一波评价好不好？这个很重要，行不行？那就几秒钟的事呀，本来就是几秒钟就没了，枸杞没了没了，抢光了。我泡的喝的，泡好了之后它会变成大宝宝，然后吃着还挺好吃的。没有枸杞了，枸杞没有了，抢光了。枸杞没抢到的扣个一，再来一百的。真的，哇，小苗哥今天格局可以，叔叔阿姨哥姐们。没有抢到枸杞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扣一，把一飘起来，让我看一下有多少叔叔阿姨们是没有抢的这个枸杞的。这东西确实不错，刚寄来，再上一点。太多了，没抢到的。我的个天呀！马皮都是怎么这么多的？再来一点点赞，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那这样吧，叔叔阿姨哥姐们，你们把赞点到140吧，现在137，然后我那啥，再给你们上个100单，好不好？好吧，点到150。150吧，150，这140。点到150，140确实着实是有点少了，实话实说啊。对，实话实说。你吃点吧，挺好吃的。这枸杞肯定要吃呀、啊。枸杞肯定要吃。咋了吗？小香菇拿过来。小香菇啊，这个可以。我们家的小香菇是不是天花板？所有买过我们家小香菇的，啊，这个是小梅哥买给我的，好漂亮。来，100单枸杞抢去吧。100单枸杞，叔叔阿姨们刚刚扣一的没抢到，自己拼手速去拍。我数三个数就没有了。已经上了。已经上了，我数。这个我不多介绍，放那吧，不要介绍。那行吧。几秒钟的事，只要一看到。买吧，阿米牌小香菇来喽，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香菇卖完，哇，再给大家直接炸200单，今天不为其他的，就两个字，开心，来吧，跨年了，跨年喽，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跨年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对，小香菇，所有买过我们家有没有买过我们家小香菇的？有的话大家打个有，我们没说，他们都说已经小香菇特别好，有买过我们家小香菇的，谢谢谢谢，大家打个有，对。有没有买过我们家小香菇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吃起来太好吃了，知道吧？有没有哇这么多油，我的个天哪，你看满我们家的小香菇是不是天花板，是不是天花板？这个小香菇我们卖的价格是多少？88，整整一斤。很多人第一反应，你是你那香菇镶金边的这么贵啊？对，我这么跟你说，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这个香菇你们，我跟你们说它贵在哪里，它为什么贵？很多五星级酒店，星级酒店用的就是这个。你们有没有发现星级酒店里面的香菇比你们家里买的特别的好吃？知道为什么？用的就是这种云南的香菇，很多其他的地方都有香菇，但是它完全比不了，差的不是一星半点。这个香菇
就是天花板。是的嘞，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这个香菇它就是天花板，太好吃了，太好吃了。我们卖88整整一斤，拿到大城市至少没有低于160的，全没，说实话真的没有低于160的。阿米，但是今天香菇很少，只有60单。60单，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咱们所有的铁粉，咱们所有的老客户们，今天去买个3斤，买个5斤，对，自己囤着，囤着过年，过年喽，叔叔阿姨哥姐们，这个是泡好的，用手指轻轻的蘸一下，都香的都不行的那种，就是整个房间都是香味，确实，好吧，真的，只有60单，拼手做，只有60单，想要的扣个一，对，想要阿米牌小香菇的叔叔阿姨哥姐们扣一。在我们在小苗和阿姆的直播间，你要是不买小香菇，就说明你没有来过小苗直播间。确实，来我们直播间怎么说呢？其他东西是吧？你可以不用买，但是我觉得这个小香菇真的一定一定要买回去尝一尝，而且特别是过年了，知道吧？你们拿回去煲汤、炖汤，或者是包饺子、包包子都是特别好吃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或者是你们红烧鸡的时候放点抓一把，泡着我们这个小香菇吃，特别的好。真的啊，我现在都想吃，流口水了。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小香菇只有60单，自己去抢好不好？只有60单，好，小香菇只有60单、哦、直接给大家上哈。其实很多人理解不了，你一个香菇超市里面卖30-40块钱一斤，你卖80-40，你卖88。我说实话，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对，因为当你吃到嘴里的那一刻，你会觉得这贵有贵的理由，他就应该卖这个价格，甚至他卖便宜了。我们这个88满满的一斤，叔叔阿姨哥姐们已经上了，赶快拼手速去抢哈！一定要买1斤2斤以上，一定要买2斤3斤。说实话，叔叔阿姨哥姐们，什么小香菇非常好是吧？对，我们这个已经算是真的没有人再比我们便宜了了，因为我们这个是纯天然，没有任何科技与狠活，知道吧？你们是。就是你们在超市或者是在市场里面买的那种特别的便宜，20-30一斤嘛，对不对？30-40一斤那种，怎么说呢？叔叔阿姨哥姐们，长怎么说呢？就是长的时间不长，而且它会喷一些小药油啊，烘干的，你们知道吗？真的那个的话，叔叔阿姨哥姐们根本就跟我们这个没法比，知道吧？来，纯天然的，自然晒干的。哥姐、叔叔阿姨们，这是咱们英子姐姐花的。对。香菇炖的满屋香，又拍了3斤。对，一定要拍2斤3斤以上的。哇塞，这可以，看着红烧的。红烧鸡，对，小苗哥上的那个烧的那个鸡。你吃了，我让你这辈子都记住这个味道。所以我建议你多买几斤，因为为什么让你多买？因为接下来你就买不到了。是的，而且现在也快过年喽，囤点这个小香菇放在家里面。还有最后3单。还有3单，叔叔阿姨哥姐姐们，还有3单就没有了哈。对，来到我们直播间必买的就是小香菇、贝母、包子粉，确实，慧兰姐姐说的太对了，一定要去拍2斤哦，叔叔阿姨们，你拍1斤你会后悔的，知道吧？不是我在这儿吹，因为你们收到货了之后你们就知道了，这个小香菇小孩子抢着吃的，真好吃，真好吃，这小香菇天花板。对，小香菇很好吃，我已经买了3斤了。对，你们可以看一下公屏，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你们一定要买的话，真的，我说实话，你们一定要至少也要2斤起拍，因为1斤虽然我们1斤晒的也很干，也很多，但是收到货了之后，现在也快过年了，根本就不够你们吃，知道吧？因为，你们过年是不是抓一把？泡就是抓一把炖鸡，抓一把炒素，抓一把包饺子，是不是？包包子、包馄饨都是特别好，然后一下子就没有了。你不拍个2斤3斤，你肯定会后悔的，知道吧？而且还有最后一单，这么快吗？嗯，只有最后一单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红糖也是很好的哟，也是小时候的味。谢谢陆文姐姐、文艺姐姐，红糖都收到了，对，收到了应该。小时候的味，真的天花板。小时候的味，真的天花板。对，小香菇真的很好吃。最后一单卖完收工。是的，最后一单这个小香菇卖完就没有喽。不接单了。对，不接了。对，不提了哈，拍了没有？拍了之后一定要付款，叔叔阿姨们。没有了。我就一次吃一小。我就不要介绍了，没了。没有小香菇，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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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点吧。好凉哦。吃点吧。
没有了，叔叔阿姨，枸杞继续给大家上点。枸杞可以，好不好？叔叔阿姨，还有没有要枸杞的？有没有要枸杞的？要枸杞的扣个一，再给大家上一百，上一百单枸杞。枸杞，枸杞，应该有很多人没有抢到。啊，一百单，自己拼拼手速去吧哈。一百单，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每天都可以来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拼一下手速，我们每天都会上枸杞，就是每天每人只能买一单，知道吗？港澳可以发货吗？太远了吧，应该香港、澳门发不了，发不了，不好意思，太远了。自己拍吧。对，没了，自己去拍。已经没了，已经没了，好像枸杞没有了。鲜花饼，阿米啊，嗯，咱们今天不卖货了，就这么地吧。所有的货也差不多，全部都卖完了，对吧？那些腰果啊什么的，咱们还有那个刚刚云南的菌子菌汤包有没有？菌汤包你再上一点嘛，因为今天有菌汤包有没有没收到的？没抢到的，没抢到的，没抢到的扣个一，两包39.8，天大的福利，没有没有比这个再有福利。想要的扣个一，我再给大家上一百单，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哈，我跟别人谈。谈了好长时间，对，知道吧？啥也不说了，好吧？你们知道小苗是的，给你们看很多东西是是真心的，为了你们云南就行了。来，菌菇菌菇菌菇七彩菌汤包，哇，这个可以，行吗？那是刷一个姐妹两道包哦，两道包你们39.8，你们别急哈，我还价格还没改，价格等我改过价格的时候你们就抢啊。对，等我改过价格，把价格你们就拍这个葛根粉，你们收到的就是两包啊。对。你看，哇塞，这个可以。每个人限购五单哈，五单就是十包。哇，这个可以。真的好，你要是炖汤的话，我说实话，营养啥啥啥啥，什么都够了，真好。自己去抢，好吧？我们只能用代替的链接。本来今天就没打算卖，知道吧？现在价格对了，自己去拍吧，自己去拍吧啊！只有一百单，只有一百单，只有一百单。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代替链接现在对价格前面错了，现在改好了。现在39.8两道包，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看一包就是我们刚刚拆了一包的，一包里面有这么多，你看有还有羊肚鸡嘞，你看这个羊肚鸡都值好多少钱了？还有最后三单，我的个妈呀！还有三单。就拍这个，就拍这个39.8的，对，39.8，不会给你们发错。是的，不会给你们发错。春节到了，这个必买的炖鸽子，炖鸡，炖鸡，炖还有最简单，不要炖，泡一下炒菜，炒肉，哇塞，炒肉片，这个可以，这个照是刷一门。你看，哇塞，这个这羊肚菌这没了，你看就这么快，没有了阿米，没有了，就这么快吗？没有了。我的个天哪，这就这么的快。有点速度有点快，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羊肚菌我买过，嘎嘎香，我也觉得特别香，这里面有羊肚菌，还有这个，因为没有了过之后我要把价格给它改掉，知道吧？两包，阿米，咱俩说说正事吧。好，咱俩说说正事，直播间今天不带货了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不带了，大家但是大家可以一起预约一下咱们三号的直播。因为这两天说实话货真的收不到，我本来今天是不打算带货，我收到了，我太厉害了，真的。对对对，阿米厉不厉害？觉得阿米厉害的咱们打上两个字厉害。对，你不是要收一个鲜花饼吗？鲜花饼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只能等到三号了，现在真的今天真的上不了，好吧，对不起，三号就三号嘛，是不是？鲜花饼今天这样吧，我来那个一下打个电话看看能不能给大家上一百单，好不好？也行。鲜花饼那好吃，来云南旅游的都吃鲜花饼的。我来打个电话。你打个电话吧，我来跟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聊聊天，是不是？因为怎么说呢，我想的是，
因为我想的是真的那个鲜花饼特别好吃，他去外面打电话了，鲜花饼我也想要啊。对，叔叔阿姨哥姐姐们，你们来云南旅游啊，或者是来云南这个地方玩，必吃的就是云南的特产鲜花饼，特别好吃，里面有玫瑰味的，还有什么什么味的，我忘了，反正那个挺好吃的，真的，我吃过，很好吃，是吧？他正在打呢，正在问，知道吧？想要的叔叔阿姨哥姐姐们不着急，今天跨年了，知道吧？主要是我想把这些好吃的，是不是都弄给你们，知道吧？让你们都尝一下这个鲜花饼，真的不错，大郎饼。你们别说，别跟我学大郎好不好？我那昨天大郎喝掉了，那个是我随便说着玩的，不要学我了。你们，我的天哪，叔叔阿姨哥姐们，我昨天一说，你们今天怎么还记着嘞？哎呦我的妈！那鲜花饼有没有？这样吧，各位姐，我只能给你们上100单。100单这么少？100单，一箱里面有20个。20个。20个，2块钱一个。2块钱一个，40。行不行，各位姐、叔叔阿姨们？就等于39.8块，就等于2块钱一个。平时都一个都5块钱嘞。这就不要说了，哦、我不要介绍，哦、只有100单、哦，咱们的铁粉就拍。我多一单我不提单，不再上，好吧？哥姐、叔叔阿姨们自己去加个粉丝灯牌，好吧？这个只给我们的铁粉，我再三的重复一遍，只给我们的铁粉。你们收到过之后要给我们反馈。还有，这个东西我吃好吃，阿米吃好吃，不代表你们吃好吃，不代表中国所有人吃好的。个人口味，就是你们收到过之后。有觉得不好吃要给我们反馈回来，要给我们退回来，没问题，这都没问题。因为说到我们，因为特别是这东西是手工制作的东西，口感怎么说呢，每个人的口味都是不一样的嘛，是吧？如果你们这波反馈不好吃，以后咱就不卖了。嗯，可以，对吧？没问题哈。但是我认为很好吃，云南的鲜花饼真的好吃，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但是2块钱一个，价格够不够便宜？够便宜了，哥也算吧。我的天哪。太便宜了，一个2块钱，纯手工的，叔叔阿姨们，平时哥你是吧，你来云南旅游，你一个一个卖，至少一个都要8块钱或者是5块钱的，并每天100单，真的假的？谢谢，只有100单鲜花饼，一个2块钱，一个箱子是20个鲜花饼，来直接给大家上、啊、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喽，直接给大家上、嗯，我本来是真的不打算卖的，是吧？说实话。鲜花饼呀，真好吃呀！每个大概30克，30，大概30克。来，自己拼手速哈，只有100单，只有100单，5、4，还没上呢，哦、已经上了，自己去抢。我建议大家每个人就买一单哈，就买一单，先尝尝口味，不要买多，好吧？每个人只能买，哦对，我自己忘记设置了、嗯，建议每个人就买一单，知道吧？收到过之后尝尝口味，如果好吃，下次咱们。继续卖，如果不好吃，以后就不卖了，对吧？咱们的甜粉就拍没了，对，没有了，这么快吗？没了，就这么快，好吧，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的天哪，这速度！我也觉得好吃，阿米也觉得好吃，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东西，如果真的能被大众所接受，这个东西我们就长期的卖；如果接受不了，那就拉倒，对吧？因为这个东西是我早出去跟一个公司去谈的。知道吧？我们就跟他谈的，我东西品质我们都是看着车间啊什么的，我们都看着，真的卫生呀、啊、各方面都必须。这个你们放心。还是那句话，吃到肚子里的东西，永远可以相信小淼，知道吧？好吧，那就这个就不上了哈。嗯，这就不上了，阿米。那咱们就说回，昨天的事情嘛。好，可以。阿米，其实说实话，今天本来也算是跨年嘛，对吧？对，也算是一。比较2023的最后一天嘛，是吧？比较让人开心的一天嘛。对。但是一说回你的事情，可能就有点伤感了，或者什么的。要不阿米这样吧，嗯，还是不说了吧。我觉得今天是跨年，咱来抱一下吧，庆祝一下。抱一下。你都愿意，正好阿牛今天也不在，咱来抱一下吧。也祝咱俩用一个拥抱。来，祝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新年快乐，好不好？没抢到，我的个天呀！这样吧，再给大家上100单。哦豁，你这波格局可以。上100单。是吧？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没有抢到是吧？但是咱实话实说啊，这个没问题。但是你们收到过之后，还是那句话，
品质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我们是可以接受的。嗯，因为这个东西它这个东西是正常的，对吧？是的，快上是吧？那行，那个鲜花笔叔叔阿姨给你们鲜花笔再给你们上100单，你们这次抢不到，我们就上不了了。每个人限购5单哈。每个人限购5单，我建议叔叔阿姨给你们不要拍多，真的。你们可以拍回去尝一尝，如果是吧，云南的香花饼确实是好吃的，确实我觉得也不错，但是我怕叔叔阿姨们口味不一样的，知道吧？云南的才特别好吃。鲜花饼做，鲜花做的，鲜花做的饼，自己抢吧哈。为什么不是饼做的鲜花呢？因为饼里面是鲜花的呀，是饼把鲜花包起来的。你是个人才，来，咱俩抱抱吧，抱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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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一天到晚的真的是。鲜花饼、玫瑰饼，我在云南买过，很好吃。嗯、对，就是有好多外地的来云南旅游啊，都是买那个鲜花饼吃的。因为没有了，叔叔阿姨、各位姐妹，没有了，鲜花饼没有了，又抢完了。我的个天呀，这太快了！这个是真好吃，你们真的就当年货囤嘛，是不是，叔叔阿姨们？当年货，当零食囤了，不要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饿了就吃。饿了，哎呦我的天哪，饿了不要找美团外卖、那个还有时间，你们直接拿我们的鲜花饼拿出来吃就可以了。抢到了是吧？真的好吃，我也觉得，我也吃过，真的很好吃。对，那个鲜花饼确实不错。大家没有了哈，不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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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哈，哥哥姐姐们，我们也是在试验阶段，知道吧？对，我还是不希望更多的人去拍到，因为我们的铁粉收到货不满意，直接退了，但是不会影响小苗跟阿米在你们心目中的形象，对吧？嗯、至少对拍一单，对吧？因为这个东西，对吧？拍一单尝尝鲜，这是最好的，不要拍多，叔叔阿姨对对，没有了，没有了哈，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来抱一下咱们做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新年快乐了。那也不是我跟你抱啊，那我抱你们，来吧，抱一下，抱一下，祝大家新年快乐。是大家新年快乐，我们两个抱有啥意思呢？我们两个也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呀！我们两个不是也新年快乐吗？对不对？大家一起预约一下，抱一下夹击。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咱们明天的直播，好不好？后天什么明天、哦？后天，后天。对，哎，不是后天，大后天，大后天，刷一个姐姐们，哈哈哈，把你们逗笑了。其实这样也挺好玩的。抱一抱，乐一乐。哇！过来、啊，抱抱。抱抱。来，抱一下，抱一下就下播了。要不我抱你吧？哎，我不干。我抱你。抱一下。哎呦我。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咱们公屏上面打上4个字：新年快乐。来。新年哦，不是，这样，新年快乐。来，抱一下。你知道这啥意思吗？我爱你。不是不是，是这样这样。哎，别在那瞎扯了，抱一下，抱一下，下播了，来。真的是干嘛？你一直二狗在这里啊！二狗滚！二狗，二狗，你要不滚的话，我换狗了。二狗滚，不滚，我换狗了。你别抱了吧，我表弟在这逃婚呢。他刚刚也挺乖的，也没有打扰我们呀。你再说一遍。你干嘛？你不要强行。强行了哈。你这样是不对的，知道吧？你不要乱摸。哦。你正摸我这里，等一下我要摸你那里。你有病是吧？我的天哪！哎呦，把我踢死了！我下手很轻的，好吧，叔叔阿姨哥姐姐。这一年了，直播间粉丝支持你，你不感谢粉丝吗？卖了。你别装了，行不行？我的天哪！真的疼，说实话。哦，好，没事了，没事了。阿米。那咱俩抱一下过之后，给大家唱首歌，祝大家新年快乐，就下播了，好不好？好不好？来抱一下，来吧。啊！你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就强行抱我，你觉得有意思吗？哦哦，这不好意思，不，我错了，我错了。向我道歉。对不起，大郎。大郎，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我下手有点重了，不好意思，大郎。别装。给大家唱首歌，祝大家新年快乐，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
一起预约一下咱们的直播。哎呦我的天！一起预约一下。哟，无花果，这样吧，你边唱歌，我边给你们上无花果，好不好？无花果我都不带介绍的，直接给大家上，就这么的任性，就这么的牛逼，不介绍。你先给大家唱歌。不行，我太搞笑了，没有吧？都不给我吃的吗？嗯，这个真好吃，叔叔阿姨。给大家唱歌，太好吃了。不想卖了，你们这刚刚有人，好多人都要在那要冻干无花果，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你们看，怎么链接没了，还卖不了了嘞？不会吧？啊，在这呢。我要唱五个。嗯嗯，你咋不唱？自己拍去吧哈。自己去拍号，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自己动手。我先吃一个再唱吧。哇塞，这个是真好吃。啊，唱啥呢？好多人都在要，你们不上也不好。对，真好喝，你们可以当年货囤，知道吧？小孩特别喜欢吃的，我也是。收到了，好吃，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确实好评也挺高的。唱歌。唱啥呢？唱个祖先。来，给我讲个彩蛋。嗯，自己去拍号，叔叔阿姨哥姐们，无花果干你们可以当年货囤，特别好吃。哎，不要介绍，不要介绍，一共就那几个。我没有介绍。唱歌。行吧，那你们自己去抢号，叔叔阿姨们不多，我给你们唱首歌。可以泡茶喝的哈，哦，我自己介绍了，好尴尬。阿米给大家唱首祖先。都在那苗大郎，苗大郎，你这不瞎搞吗？你在这苗大郎，大郎该吃无花果了。你们唱歌。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唱那个？唱什么？唱那个凤凰传奇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嗯，我看一下，娘子啊哈。哥姐说了，他想趁机让我叫他带皮的。我们那是带皮的，带皮的挺好吃的，可以当年货囤，叔叔阿姨们自助下单。嗯，唱，你跟我吃个五花果，我吃个腰果干炕。这我头发今天我自己剪的，你看。那我今天有点长了，遮我的眼睛。那其实我是有刘海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太好吃了。算了吧，就刘海太少了。唱。我吃腰果呢。唱歌，那你也唱，你我俩一起唱，来，你先唱，你先唱，嗯，唱这个，你要唱男生部分，我唱女生部分的，嗯，嗯，妈，师傅有大盆的呀，今天收的货很好吃，这个腰果叔叔阿姨给姐妹，我的天，我刚刚吃了两三个了，自己买就行，太好吃了，说实话，68，满满一斤，我包里没有任何的科技与狠活，干干净净，你们看。带皮的特别好吃，可以当年货囤。我再吃一个，我吃再吃一个。你吃一个之后，你还想再吃，知道吧？先一起唱，我等我先吃好，是不是？反正我们俩唱吧，来。我唱不好。嗯。你唱。那你不唱，我怎么唱？这是男女一起唱的。你给大家唱个祖先。嗯。我快吃饱了。阿米，嗯，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我今天想带阿米去跨年，可以吗？你不跟我一块去啊？正好今天阿牛也不在，好不好？不好。哥哥姐叔叔阿姨们，你们觉得小苗这个主意好不好？觉得好的话，咱们打个好。阿牛不在，要划重点，都说可以。那行，那我就唱一首祖先，但是祖先我好久没有唱了，我怕唱不好。没事，而且我刚刚这说话声音这么大，讲讲我问你想得美。自作多情吧你。行，好。
那我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唱祖先还是唱你们都能听得懂的？因为祖先是彝语，知道吧？我怕你们听不懂。唱祖先的叔叔阿姨哥哥姐们扣一吧，然后唱大家听得懂的就扣666就可以了啊。然后哪个多我就唱哪个。扣一。为啥？为啥扣一啊？祖先好听啊。祖先，我怕叔叔阿姨们听不懂。每个人都喜欢。我的天哪，都扣一了，没人扣666的吗？你的祖先唱的是 YYDS， 你要知道吧？啊，那我先。何为 YYDS？ 这就是 YYDS。等一下，哥哥姐叔叔阿姨们，阿米。嗯。这样吧，不限量的枸杞要不要？哇塞，这个可以。今年我在你们每个人都抢得到。过年了，必须要有过年的样子。过年了，过年。直接给大家到500单，让你们每个人都抢得到，要的给我扣干。过年。666。长得二姐才春节六。把格局打开，行不行？可以，我觉得这个照，我一边唱歌一边你们自己去拍那个。先唱歌。好。唱粤语歌，我哪会唱粤语歌？我的天哪！红糖，今天红糖没卖哈。哦，红糖也。红糖拿过来，拿一个。是的，那行这样吧，我唱一首祖先，然后给你们福利炸的满满的。好。唱祖先。没猜了。你俩的孩子有几岁了？有几岁了？刚满18岁。好，先让阿米给大家唱歌。等一下红糖也给大家炸，19.8。声音有点小了吧？小爱同学放歌吧。小爱同学呢？不行，小爱同学没有。我在。你把这手机插上。来，他们都说小爱同学了。再过来。好。小爱同学。我给你放，你唱。19岁吧。试试刚满18岁，知道吧？叔叔阿姨哥姐姐们，开个玩笑。在哪呢？找哦，这了，是吧？我看。哟，我的天，这咋拉不过来哦？没事，就在这就行了。接着干。啊？啥情况？太小了。喂。对，这咋不对啊？这刚刚我说话声音都唱歌，现在在弄音箱，后面那棵是，小番茄树。你说直接先你唱吧。让叔叔阿姨姐姐们久等了哈，我就这样唱吧。小爱同学太调皮了，听我话。好久没有唱歌了，我的天哪！不紧张。我是列波托嘎拉呢，那就波托的心路，波托的列。哥哥姐叔叔阿姨们，有没有想要这个杯子的？免费，加个粉丝灯牌，粉丝灯牌5级，5级以上就可以了。谢谢，5级以上就可以了哈。夸奖，主要是我好。大家5级以上的，咱们添加企业微信，然后把您的地址给我。没到5级的，对不住，因为人太多，场面太大，真撑不住。说实话，这个杯子要50-60块钱，知道吧？
好吧，公益之路，感恩有你，有非常有纪念意义。阿米，嗯，枸杞来一百单，枸杞可以，哦，不是一百单哈，两百单，说好的，来枸杞两百单，19.8块，枸杞两百单，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包你这个价格，小苗如果要赚大家一分钱，小苗都是狗。我开始吃了啊，快唱完歌。你到天涯海角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你都买不到这么好高品质的枸杞，两百单自己拼手速啊！杯子不卖，叔叔阿姨，每个人限购一单，给你们看啊！每个人限购一单。你不是说不限量的吗？肯定要限，限购必须要限购哈！哦，原来是这样哈。嗯，行吧，那叔叔阿姨哥几们，他说限购就限购吧哈。这个不错，更好吃。每个人限购一单哈，必须要限购，这不限购确实是不行的，知道吧？真的每个人限购一单。然后那个还有红糖，叶子红糖。红糖，只有红糖。卖不卖了？叶子红糖也给大家上一百单。再上一点吧。你打开，给他们介绍一下的吧。好吧，多了不介，19.8，满满一斤，100单，卖完我们就可以下播了哈。这纯粹就是给大家炸福利的，知道吧，叔叔阿姨哥哥们。给你们看一下，叔叔阿姨哥哥们，真正的叶子红糖纯天然的，枸杞没了，枸杞没有了哈，枸杞没了，叶子红糖，你们看，叔叔阿姨们，哇塞，这个品质，这个红糖，19.8，两片，只有100单，每个人限购3单，自己抢去吧哈，哥姐叔叔阿姨们。给你们看，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我们家的红糖怎么样，是不是纯手工纯天然的，没有加那些白糖熬啊什么的，是不是？你看太好吃了。抢完了吗？可以吃。这么快吗？没上，哦，没上。红糖上了，叔叔阿姨们，一斤满满的两片。好吧，自己抢。叔叔阿姨哥哥姐们，这是绝对是超级超级好大的一个福利。超级大的福利。啊，超级超级好。对。自己抢啊，只有100单，还有8单，这么快吗？哎呀妈，就这都慢的，这两天确实卖红糖比之前又慢多了。对，确实，这个叶子红糖拼手速去抢哈，叔叔阿姨们，没了，三个数就，哦，好像不用数了，好像没了，没有了，不用数了，这好像就这么的快，就直接没有喽。要不咱俩打个赌？嗯，3秒钟抢完了，我亲你一下。哎呦我，如果3秒钟没抢完。你亲我一下，我为什么要跟你打赌呢？行不行，叔叔阿姨们？不行，我为什么要跟他打赌？这，不管是赌不赌，跟我利益不大。没抢到，我的个天！再加100单，来吧，好货，多少人没抢到？没抢到的扣个一，19.8，来，五星好评，谢谢。都是气孔，你看，纯甘蔗酿的，它这个糖不是特别甜的那种哈，嗯。超级的好吃，特别是女同志，啊，你自己他们旅行的挂链，特别是女同志他们那几天的时候，知道吧？对，这是很不错的。你给人家看看。哦，对，这个红糖是真心好，漂不漂亮就完了，知道吧？我包你这个价，你在哪里都买不到。这就是小苗给你，嗯，给直播间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做的福利，买回去给你们的，谁都能吃。这个一红糖限购，一个人限购几单来着？三单。这个100单，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看清楚，现在就把地址填好，不然抢不到。别说小苗没有上，我要没上，我都是小狗。一毛钱都不占大家的哈。看好哈，库存100，来自己去拼手速。数三个数就直接抢光了的。还没上的啊。好，上我就开始说，一。还没有呢，等看到，着，哦，着急啥呀？还挺好吃的。说吧，一、二，我们这个只能一个人限购3单，3、2、1，没有了。我的天哪！没了。哥哥姐，叔叔阿姨们，嗯，这就是我跟阿米，这就是我们出货的速度，因为好的东西，好的产品，他自己会说话，知道吗？好的产品，他自己会说话。这个东西还需要抛光吗？你搞笑了吧？啥抛光？这一点也不光滑吧？这红糖哪有抛光的呀？
我的天哪，这很正常的，好吧？没有了哈，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一定要加个粉丝灯牌，等你以后粉丝灯牌五级的时候，小苗会送您一个杯子，非常漂亮的一个杯子，非常漂亮，拍到了拍到了就好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就好。叶子红糖纯甘蔗做的，很多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的是真的，知道吧？真的它不便宜，但是在我们直播间的便宜，因为小苗没有赚你们钱。像这个品质拿的，在其他地方全部都是至少要39.8这个价格。实话实说啊，还没讲到，再给大米再给大家上50单，50单，好吧？再抢不到，小苗一单都不上，再上50单。我的天哪，只有50，多一单都不上哈。小苗说过了哈，50，我给你，我当着你们面给你们上，看清楚。50，看到50，见说50，看啊，完成上架，上架，上架，就50单，只有50单啊，看好，就是50单，没动哈，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只有50单，只有50，自己拼手速啊。阿米全吃了没有？每个人限购3单，每个人限购3单，自己拼手速去吧。我的妈，这么快就没了？这么快没了没了，快得很，这叔叔阿姨哥姐姐们速度。真的是还有4单，4单是吧？4单，红糖还有4单，自己拼手速去抢哈、啊。速度太快，太爽了！这个叶子红糖是真心的好，但是我们这个哥哥姐叔叔阿姨们，5、4、3、2、1，没有了，就这么的快，就这么的，没有了，没有了，叔叔阿姨哥哥姐们，就这么的快，没抢到的就对不住了哈。四弟、啊。很多人说没有抢到菌汤包是吧？菌汤包，这个你们没有抢到吗？2包，100克，2包是200克。哎、没抢到的扣个一，39.8，再给大家上最后50单。阿米，这个可以，这50单上完咱们就下了，多一单可以都没有，这个可以。好吧，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只有50单，自己拼手速去抢。但是这个还是用的是代替的链接哈，可以。用的是代替链接，因为这个只能用代替链接。啊，代替链接39.8，云南的菌汤包非常有名。我们的代替链接是什么呢？只有50单啊，只有50单，多一单都没有。就是代替链接是那个叫啥？代替链接的那个葛根粉，知道吧？你看，满满的2道包，39.8，叔叔阿姨们，很好喝。核桃油没有，核桃油没有，暂时没有。不管你是炖汤还是炒菜，什么都可以，炒菜都是可以的。只有50件，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记住只有50件哈，只有50件，每个人限购5单。哎，你们冲上铺的时装间啊，已经上了。哦，价格也改了，都改了，赶快去抢。3万不是3万，那个价格改，现在改了。你刷新一下，刷新一下了。你是不是你给他取消讲解？再那个取消。好，行，给你们上了，哎。哦，上了39.8，就拍这个39.8的，不会发错，你们放100个心，自己去抢就没了，刚付款就没了，很正常。没抢到的，咱们下次来小苗直播间就可以了，好吧？还有最后2单，还有2单是刷一个个姐姐，只有最后2单了，直接就拍这个葛根粉就行了啊，拍葛根粉就行了。我们给你发的就是菌汤包，你们这个可以，什么都可以。给你们看，叔叔阿姨们，这个还是挺多的喽，你看。还有羊肚菌，这个是没有了，没有了，这个是没有了。枸杞子，阿米，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好像没了，没了，没有了。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那没有了，阿米，嗯、咱们我带你到市里面去跨年了，好，跨年，好，在也祝直播间的所有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新年快乐。那我们就下喽，就下播喽，好吧？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鞠个躬吧，然后我们就下播。平时都是阿牛咱们三个鞠躬，哎，不说了，好吧，来吧，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谢谢你们一路以来的支持、喜爱与关爱，然后我跟安米飞继续的努力。我知道这一路走来非常的难，嗯，非常的崎岖，非常的坎坷，但是继续加油吧。对，谢谢你们。红糖2块，明年见，拜拜。我们就明年见喽。我们就下了，明年见，明年见，明年拜拜。